在脸书上有 po 一张跟这个柯文哲的合照了，是不是有意味蓝白的支持？我觉得能够合当然最好嘛，哦，那如果合不成也没办法，这种事勉强不得嘛，啊，因为其实各取所需啦，啊，因为大家如果彼此都觉得有需要，啊，然后各让一步才有可能，否则的话，如果有一方觉得不需要，或是觉得对他自己没有要到他要的，也许他就不要了。这东西就是我讲，就是要心甘情愿了，大家就是觉得说，哎，共同的目标是希望民进党这个不要继续执政，把民进党拉下来。那这种情况之下，大家愿意合，当然是可以合。那如果说没有那个大的目标，只是为了小我在那边想，就很难。赵少康他话说，就是不要让民进党当渔翁，他抛出跟你同框的照片。啊，这个事情我再讲一遍哦。做什么事情哦，不要纯粹用政党的角度思考，有时候跳出来。从整个社会或整个台湾哦，台湾社会或是从世界角度来看，我当然觉得逻辑会不一样嘛。